比较偏针织的，它虽然是粗针织，但是它是亲肤的，完全不会刺痒，是舒服的。这边是有点抽绳交叉的设计，有点像滚边的感觉，但它是做这种交叉抽绳，这边有做一个绑带，然后它是可以把它抽紧。后面还有做一个连帽的设计，如果你里面穿短袖的话，我觉得差不多20度上下是 OK 的。那再来就是它一样是做这种偏宽袖的。Rika 的话是穿杏色，杏色的话是配黑色的叉叉，这个叉叉它是用那种比较粗一点的棉绳，所以它的叉叉会很立体。近看一下它的叉叉，很可爱。而且它真的是完全是做这种滚边的，它170公分，其实它是可以遮到整个屁股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我160公分，其实我穿起来也不会到太长哎、欸，穿起来比例。是好的，平常上班或是搭捷运都可以这样子穿搭，比较偏休闲类。如果你平常就是喜欢穿这种比较偏休闲类的，我觉得你也可以买黑色，因为它这边都可以帮你们修饰掉。但是我搭上这个叉叉之后呢，好像又变成一种休闲小个性。